大家好，我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如何呢以快筛的方式从车架上取下轮胎。首先，我们应该看到快筛架上这里都有一个卡榫，那我们将这个卡榫拔下。拔下的时候，我们一手摸住这边的那个螺丝，一手将快拆的固定，给放松，放松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从将轮胎给卸下。那同理的，我们在这里呢，这款车架它所使用的是碟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样放回去的时候，一样是碟刹的部分对准。放下，那这里的另外一侧快拆架另外一侧的螺丝也给它置上，开始锁紧。那锁紧到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再将快拆架的卡榫给锁上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尽量不要朝外侧或者轮胎侧，可以尽量朝前叉的部分。确认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这次的快拆的拔下以及装上，这边就完成了。